林志颖老婆带孩子泳池嗨玩，穿比基尼大秀事业线，露出白嫩细长腿。近日，林志颖的老婆陈若仪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几张自己和孩子们在泳池边嗨玩的照片。陈若仪除了晒出自拍之外，她还拍摄了在泳池中玩耍的孩子们，看照片中几个小朋友在池子里玩得正起劲，而陈若仪则是在岸边的躺椅上休息。看陈若仪晒出的生活碎片，就知道她平时的生活真的是多姿多彩。除了和闺蜜一起疯之外，陈若仪也不会忘记享受家庭的时光。不久前，她就晒出过一家人一起去赛车场赛车的照片。陈若仪的儿子们都随了林志颖爱赛车的爱好，陈若仪虽然不开车，却也是站在赛道边为孩子们加油呐喊，十分尽兴。陈若仪的生活真是多姿多彩，不仅能和老公孩子们一起享受温馨的家庭时光，还有好姐妹们陪着自己一起疯一起闹，也会抽出一段时间来享受独处，这样的生活又有谁不羡慕呢？